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6页啊，346页第一行，课题：悲也嫉妒。请看经文：心大悲，名有情，言辞变，受法眼，度我趣，开山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真机福祸皆度彼岸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经文从护佛种性，护佛种性如何落实？这一段经文呢，就落实了，落实在以真诚、慈悲普度众生，心大悲，从这一句一直到真机复活戒度彼岸，一共有十句，表诸大事。诸大事，就本经来说，是指与会的16正事，16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啊。密宗用16、21代表圆满，显教里面以七，弥陀经上用七，华严经上用十，都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所以这16位在家等觉菩萨，他们代表世出世间发生
菩萨，啊，在家也能证得法身菩萨，啊，跟出家的菩萨没有两样。运用同体大悲，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明心见性的，才真正认识了，明白了。我们讲认知，认识认识，知是明了。明了什么呢？明了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叫同体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就是一体。”这一体是自信。慧能大师讲的明白啊，简单，很容易了解啊。自信是什么？什么样子啊？他说了五句：本自清净，这自信的样子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从来没有被染污过。自性就是真心，就是本心啊。中国古人所说的本心本善，被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：人之初性本善啊。这个概念是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了，就提出本性本善啊。善就是它永远不会被染污，它永远不会动摇啊。所以慧能大师说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本不生灭，它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这一句话里面内容包含无量无边，把它归纳为三条。第一个智慧，那华严经上师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就归了这三道理。用这一句经文来解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本自具足啊。具足什么？跟佛一样的智慧。佛的智慧不是修来的，是自心本具的。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啊，自性是一体，同体大悲啊。大悲是德啊，第一个是同体的智慧，第二个是同体的慈悲啊，这是德。第三个是同体的相好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你明心见性，你就能证得。那美好到什么程度，那是你无法想象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接触到了，你就享受到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这小果报迷惑了。
啊，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善美慧呀、忘掉了。啊，什么人能证？放下六道十法界的人就能证。对于六道十法界有留念的人，他没有办法证得。啊，他出不去，凡夫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，原因是什么？不肯放下。啊，他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。啊，那么学了佛了，做了佛的弟子了，能不能放下？不一定。啊，佛弟子当中有三根之不同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彻底放下。啊，他不但出六道，他还出十法界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。这才能证得圆满呢。第四句慧能大师说的本无动摇，那是讲自性，自性本定没有动摇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啊，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法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三乘菩萨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他依旧在十法界没有处理。啊，所以他有分别，他没执着。啊，包括三乘。啊，也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。包括这三大类，六道轮回里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有，一样也没放下。六道众生呢？啊，学佛，学佛有什么好处？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之后，明白叫看破，这张家大师说的。啊，看破你还是没有放下，明白了也离不开六道轮回。现在明白了，啊，死了以后一投胎，忘得干干净净。你是多可怜啊！如果遇到佛法，再继续学，所以学归放下了，放下的真实利益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下？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，物质现象。心理现象念头，自然现象，
通通都是在意念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，根本它就不存在。啊，这个频率多快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把它换算，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，一秒钟，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啊，是这样的高速度的生灭法了，前念灭，后念生了。啊，但是要晓得，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相同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同的，在这么高速度的生灭法，无始劫以来到今天，如果不能处理，将来还有无量劫，这里头找不到两个生灭现象是相同的，啊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这个现象，佛经上有说啊，相思相续啊，啊，相续是前跟后是完全相同，这叫相续啊，前跟后它不相同啊，啊，是相思相续。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，讲的变数很多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，既然是虚妄了，怎么可以放在心上？这个放在心上，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。啊，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。这个事情，只有佛法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，啊，明白之后怎么办？明白之后啊，就要放下，这一放下就圆满了，真的受用，这就其如佛的境界。啊，佛跟三乘不一样啊，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，啊，这就是习气，贪念舍不得放下，啊，真正放下了，处理了，处理六道轮回，处理十法界，啊，往生到诸佛净土，啊，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，他们到华藏世界。华严经上所说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都差不多，都是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弥陀的十宝土呢？弥陀十宝土跟诸佛十宝土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是弥陀十宝土里头有48愿，摄受众生，这一切诸佛里头没有，一切诸佛里头有的就是诸佛如来心大悲名有情，因慈便受法也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啊，对待我们这些众生，
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那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，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，佛中之王啊，光中极尊呐、啊。啊，这个光是常寂光啊，是自性本具的光明啊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，可归到基础啊，我们有幸遇到啊，啊，还不能相信。那他有怀疑，我们能理解啊，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。这个怀疑很难断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啊，实心塌地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啊，像海鲜老和尚啊，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，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，他了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不了解，没读过书，老和尚教他一句他就相信不怀疑，真干啊，真信真愿往生真念佛的上上根人啊，知识分子不行啊！啊，知识分子是中上根人所以，如来大教啊，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、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。啊，下愚怎么？下愚怎么？他没有怀疑，他就相信。啊，他知不知道四十年？不知道。他相信老师的话，老师不欺骗他。啊，我们很难的，比这两种比不上，比上当然比不上，比下也比不上。啊，下能不怀疑？我们怀疑。啊，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啊兜圈子，兜了30年才相信啊，那人家30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，明心见性了啊，我们这30年兜圈子原地踏步啊，很幸运，现在完全相信，这一步踏出去了。如果不是完全相信，你这一步没踏出去啊，这一步没踏出去还在原地啊，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？确实，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，这就踏出了啊，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跟海鲜老和尚一样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枝叶了，阿弥陀佛是根本呐、啊！啊，我找到根本了，枝叶全放下了，啊，真的。
少用。啊，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，能得到这个层次，你心里就有把握，我决定我成。啊，决定没有怀疑，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。真正不可思议的情节啊！南大师后头还有一句，最后一句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这一句就对了。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的，所以是一体。一体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一体，看到众生，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能不帮助他吗？不可能的。啊，而且这是至诚心，至诚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！啊，所以这个十句啊，标注大师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这德行，心大悲，心是心起，大悲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。看到众生受苦，慈悲心自然生起来。啊，悯，悯着爱念，菩萨悲悯众生，普令出苦，非二乘凡夫爱见之悲也，故云大悲。啊，凡夫有没有悲心？有，有慈悲，不能叫大慈大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有局限，它有情执。啊，他喜欢的人，对他有慈悲心；他不喜欢的人，受再苦，他不闻不问。掉头走了，啊，这是凡夫的慈悲心。所以不是小乘，啊，二乘就是声闻缘觉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跟六道凡夫还有爱见。没有看到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没看到。啊，这些化身菩萨、等觉菩萨了，他们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迷惑的众生多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不觉悟的时候不知道啊，觉悟之后了，哪能不帮助的道理？啊，尽行受。放下万缘，为这些苦难众生
佛我。那佛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要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，是暂时帮他离苦得乐，不是永恒的。他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永远离苦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得乐了。离苦得乐，究竟圆满。这是真正慈悲呀！大慈大悲呀！用什么方法？方法里头还有理论的依据，凭什么道理？我们讲教学的理念，教学的理念是知真正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从迷来的，迷失了自信，烦恼就现前。见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，佛把它归成在三大类。佛就凭着这个道理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要破迷开悟啊！破迷苦就没有了，开悟乐就来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用什么手段？教育。教育里的注重身心。研究要自己真干，自己不干别人不相信，自己真放下了别人相信，叫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别人不相信啊，说你在欺骗他。财色名利彻底放下，七情五欲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那是烦恼，那是习气。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佛法，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如果不肯放下，那什么原因？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，这得接受教育，要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宗教教育的理由，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在大乘经典里面。这一部经是大乘经，
这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，够用。为什么？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、愿心。你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成就了。啊，所以手段是教学。一切法不离教学。啊，人是教的好的。我们做过实验。人性确实本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教学成果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人的良心唤醒了，啊，不愿意再做不善的事业。啊，潮州的谢总居然有能量在7天之内把人唤醒，我佩服啊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是3个月，把这个小镇人心唤醒了，他只要7天，超过我太多了啊！我要向他学习啊！他用的方法非常善巧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这种教学真正是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在7天当中能帮助一个人回头，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！7天能够帮助100多人回头，这还得了啊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来生的果报不在人间，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到天上做天王去了啊，欲界6层天啊，是他将来的住处啊。色界18层天，无色界4层天，28层天呢？他造的是这个业因呢，这果报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帮助他的人，拥护他的人，赞叹他的人，成就他的人都是天王的大臣啊，都是天上众神的啊。那么这种果报情执没有放下干净，真正放下干净的，他决定不想人天国报。人天国报再殊胜，也比不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一了，一切都了了，再没有后遗症了。天上寿命长，还是有尽头啊！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80000大劫。
啊，八万大劫有到头的一天呢，到了怎么办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到了又往下坠落了，他爬得最高，再没有，上面没有了，他掉下来就跌到地面了，就下来。啊，那么六道众生都可怜，上上下下爬到最高掉下来，再慢慢又爬到最高又掉下来，这六道众生啊，所以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。佛是佛的教学，从真心流露的，啊，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。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，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，完了啊，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。谁障碍你？自己障碍自己，不是别人啊。参透了无有一法，不是自作自受啊！你不会怨天尤人，都是自己糊涂，自己迷惑啊！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意听懂啊，在那里猜测，问题就出来了啊！这样的人多，很多很多。啊，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。啊，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。啊，不定，他修学就乱了。听一个法门还不错，听两个法门，他就怀疑了；听三个法门，他就迷惑了。啊，越多越麻烦了。啊，样样都想学，不是乱了，心乱了。啊，方法也乱了。啊，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。啊，他都学，他没有目标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修学的目标。啊，一门容易得清净，容易得平等，容易开悟。两门就不行。啊，一个房间，你想从两个门进去，进不去，三个门更没有指望。啊，十个门、二十个门，你就别想进去了，永远在门口打转，这就坏了。啊，这不知道啊，一多的关系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，一劫是多，多劫是一。啊，多是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。门门都是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道理要懂。你只要进去了，从一个门进去了，八万四千法门全得到了。为什么？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，每个门都是你，随便从哪个门，一门就进来了，你全得到了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啊，所以贵专呢、啊、你看海鲜老和尚说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心不专。专就是一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，经都没有
他不认识，没有听过一堂经，没有念过一部经，啊，一句佛号进去了，84000法门得到了。啊，无论哪个法门，你向他请教，他都能给你解答。跟六祖一样啊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？一部都没有啊。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？自心流出来的。啊，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心里头圆满法轮一切经见性，这一切经就明白了，就兴起了。啊，所以一门即是一切门，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。啊，一门就是无量门，一门就是84000门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不管从哪个门入，得到的结果圆满相同，不增不减。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？啊，那我们学了佛了，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？记住，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那我们要跟佛配合，啊，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，放下了，真放下，啊，不再贪名了，不再贪利了，不再贪财了，不再贪色了。啊，七情五欲都是烦恼，都是枷锁。现在总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一笔勾销，彻底放下。这是跟佛合作。我们自由了，自在了，再没有绳索捆绑，再没有人限制我们了。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，那轻易的就迈进了。那佛善教，我们善学，一生圆满成就。那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。下面念老影回书，日本祖师所说的八苦为悲，娱乐为慈，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，
帮助我们离开十法界，这是悲。大悲。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大慈。那是娱乐啊。所以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也，故为大悲。真实心中流出来，那这个真实平等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对人要真实平等，对事对物啊，都要用真实性、平等性。这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，真实的反面是虚伪，平等的反面是有高下啊，虚伪高下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，真心永远是真实，永远是平等。啊，平等里面就有清净，清净里头没有平等，平等里头有清净。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学真实清净，再提升真实平等，再提升真实觉悟。啊，真是大觉。清净平等就是修得了。念这句话修什么？就修这三个。啊，这三心呢？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心，平等心是菩萨的心，觉是化身大士的心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觉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啊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！啊，为自己的心是虚妄的，为众生、为正法救助，这心真实的。为什么？法是真实法，心是真实心。啊，为个人名闻利养，为个人的财色名食，是假的、虚妄的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身是怎么回事情？是念头在。2100兆分之1秒，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不例外，通通是这么回事情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众生可怜，认假为真，通通都在假象上做活计。
真错了啊！诸佛如来、法身大士，他们完全用真心，他们用清净平等觉，以这个为自受用，也用这个教化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。真实的应用在生活上，工作里头，待人接物，得大自在啊，得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我们看海鲜老和尚表法，那生活多苦啊！亲近他的人看到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笑眯眯的，真正看出他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发脾气，跟谁红过脸，一生没有过。这就是法喜充满。在这个世间表法，身心的受用，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他每一天都在极乐世界，我们看不出来，体会不到，真的，这就是境随心转。他用什么心？他住什么境？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，不会看的人看不出来。我说着相了，会看的人见性了，哪有不自在的道理？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叫他把学佛、念佛做出一个榜样来，给这个世间人看，让娑婆世间人看他。什么叫学佛？什么叫念佛？你真看懂了，你就会学了。你看不懂了，那慢慢来吧。来生后世，总有一天你会看懂。这个时间不定。善根厚的人，福报大的人，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。众生语言不同啊，我们的缘还得了啊？要多想想，我们的人生遇佛法，遇到净土，遇到下莲居的慧解门，遇到黄连祖的脊柱，这还得了啊？又遇到圣意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让我们心心坚定，再也不怀疑了。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，喜欢简单，喜欢省事，一句佛号就行了。还有疑惑，那这部经，这一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，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，可以帮助你坚定愿心，决定要生净土，没有二话好说。
坚定的信愿，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。那你的条件具足啊，正念佛就往生。会所里头说，八苦为悲，这个悲真是平等的大悲。又引《涅槃经》说，三世诸世尊，大悲为根本。佛出现在世间，三世是过去世，现在是未来世。一切诸佛世尊为什么出现在世间？悲心呢？像一棵大树的种子一样，它有根本。密布，这叫密宗。密宗大日经第一卷说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。那我们可以说，只要真正心愿之明，因有了啊，有了因不行啊，还要本呢。根要是没有本，那这个根刚刚发芽，还没有长成一棵大树，发芽了。这个根力量很薄弱，很容易被人摧毁。长成大树就不怕了，不怕风吹雨打了，根深蒂固，它不会动摇啊。小的树苗不行啊，经不起风浪。这个风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环境。外面的诱惑，在考验你。这就是要经教来帮助了。每一天都在经教上下功夫，事出世间一切诱惑不为所动，我们很快这个树就长大了，就变成大树了。如果常常受外面干扰，东风吹来了像西倒，西风吹来了像东倒，你这个树就不正，永远是歪的，是斜的，长不大了，长不好啊。这个什么？这是要借外力。外力就是人工，帮助你，把你扶正。歪斜了，暂时找一根柱子把它抵住。我们看到种树的人真的长大了，根深蒂固，没事情了。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要生智慧，
啊，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状况当中，啊，我要防范哪些？啊，最基本的读经，读不解。啊，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我们希望无量寿经能念3000遍，啊，3000遍能背诵了，啊，念了的注解至少要看30遍，这分量很大，啊，30遍能帮助你断疑惑。微细的疑惑都断掉了，你信心坚定，不会再改变了。啊，事出事法，你都能应付得了。你能够听一切经，能够学一切法，不为他干扰，那就是什么？决定不干，不干扰，不破坏。我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一门啊，看得多越多，坚定自己的信心。为什么？你看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啊，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啊，净土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，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一心道啊，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不漏啊，啊，漏掉的是什么？不相信，信心动摇啊，学什么我都可以学，信心不动摇。然后你所学的，帮助你信心更坚定。啊，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，广学为的是什么？为了专攻啊。啊，广学不是说你学一门就想修一门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学尽无量法门呢，还是我这门好。我这么说，我肯定有把握做到。啊，我决定能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，你全得到了，圆满真的。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啊，多门即是一门，归到这个信愿持名，信愿持名展开就是84000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。你要认识啊，你不认识就坏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，言辞变，从此心起说啊，同学们学讲经不少。为什么你没有学成？你没有慈悲心。你学讲经，里头夹杂着明文力啊。所以，学了10年没有进步，
还在原地踏步，啊，没有放下你的身见、边界、成见跟邪见，所以你没有入门呐。五种见惑断掉了，才入佛门。小乘证须陀洹果，大乘实性位的初性菩萨，虽然是最低的这个位置，但是你是圣人，你不是凡夫。啊，你是真正佛弟子。啊，这才是真的。啊，受戒，再好的戒师给你受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你说你得戒了。你得的什么钱？你自己好好问问呢，反省呢，你得什么钱？啊，不杀生了，你得到吗？没得到。为什么？虽然不杀人，我还恨他，那这就不行了。你要用慈悲心待他，你怎么可以恨他？那你怎么可以怨恨呢？啊，虽然不要他的命，要给他受一点罪，这个都是错误啊！啊，你障碍他，你限制他，啊，他能不怨恨你，这不错，有一点点修养，但不是持戒。啊，持戒的人是什么？连怨恨的念头都没有。那叫真正发心了。啊，不偷盗，誓不偷，占便宜呢？还有心占人家小便宜，占便宜就是偷盗的心啊。道心没断呢，啊，还有贪著，啊，是自以为是，啊，我的法门殊胜，你的念佛法门不行，啊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断人法身慧命。这是杀戒里是最严重的啊！杀人生命最小啊，杀人慧命最大了啊！别人走这个门，这个净宗法门是一条好路啊！啊，你的花言巧语啊，让他对净宗起欢喜。拿来修你的法门，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成佛？他这一生成佛不了了，你害了他，比杀他的罪还要重。你断人法身慧命啊，条条戒给你分析，然后你才晓得你一条戒都没做到，还自以为是。啊，所以学讲经要讲得好，真学，真学菩萨。啊，持戒从哪里持？敬业三福是戒律的根本呐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孝亲尊师。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你瞧不起《弟子规》，小看了他，你没跟啊，
你学佛没根，你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根，你怎么能学好？啊，所以学了几十年，遇到些外援很容易动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根。啊，风吹你就动，你就挡不住了。啊，境界风动啊，就乱了，不容易啊。跟一个好老师，什么时候能独立啊？啊，根稳了，根没有稳，不敢离开老师。啊，我跟李老师。老师叫我是给我约定的5年，5年决定遵守他的教诲。啊，希望我5年把根扎好，我5年真的受用，但是感到不够。啊，所以我自动跟老师报告，要求老师。我继续再5年，老师笑起来了。啊，我遵守他10年。啊，后面这个5年，我国外的缘成熟。啊，每一次出国弘法，回来之后，一定向老师报告。啊，把感想心得。都向老师报告，啊，求老师指导，啊，遇到一些困难，要向老师请教，啊，这些困难以后再遇到，如何能够化解？老师是我们靠山。啊，10年之后，老师还在啊。只要老师在一天，我们就要亲近一天了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开示，念念不忘。感恩老师的恩，啊，要把这个传给后人，学佛了，第一个感恩老师的恩，第二个感恩护法的恩，啊，没有护法，我们不能成就啊。啊，护法是给我们营造修学弘法的环境。啊，要有人真正对你理解，来帮助你，成就你。啊，我得到韩馆长30年的照顾啊，没有这30年照顾，早就没有了。哪里还会有今天？啊，护法之恩不能忘，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老师是指引我们的路，护法是陪同我们走出这条路。啊，源头照顾。啊，所以我相信，世间有好法师，有再来人呐。啊，为什么埋没了，出不了头了？
没有护法。真正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护法的功德是圆满的。护法像学校的校长，他办学校，他做校长。那我们是学校的教员，啊，他聘请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，在这个学校培养学生，啊，功德他的，不是我的，我替他服务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，要明了。所以，有这个机会教学，是为怜悯众生，跟佛一样。那教学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众生，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我们有这个能量吗？有，从哪里来的？佛菩萨加持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。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，要把利益介绍给别人。有缘人，什么有缘？他能接受，他真肯干。啊，没有缘的人也介绍给他。让他阿赖耶识有个种子，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，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，他会生欢喜，接着再干。啊，这都是大慈大悲，绝对不为自己，自己只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我们才得自在啊！啊，才真正有一点小智慧。啊，放下。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，就这些东西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下面说净言素语，依此起说明言辞辩，辩是辩才无碍。啊，所以讲经教学没有慈悲心不行，得不到价值。有慈悲心，得到三宝价值，讲的自然不一样。啊，授法也，授是给我们传授。啊，法言者，如来无言之业。啊，如言这个地方说出来了。第一个肉眼，第二天眼，第三个慧眼，第四个法眼。第五佛言，法言菩萨所修的啊，慧眼是声闻缘觉小乘人修的啊，法身菩萨有法眼，究竟成佛则有佛眼啊，通常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。有佛言了让法言
乃菩萨为度众生，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，称为法眼。啊，照见一切法门的真相，那是智慧啊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都能通达明了，比声闻缘觉高啊，比三乘菩萨也高啊。法身菩萨真的。啊，照见一切法门是什么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皆一，一切一切。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，六祖慧能大师的话。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一就是能生的自信，一切呢就是所生的万法。一切皆一，啊，万法就是自信，一切皆一。一切一切，自信就是万法。这样说，大家能不能体会？啊，一是能生，万法是所生，一切是所生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。这就是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一切法门就是自性，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，适合自己的程度，你修学就不难啊，如果不适合太难了，那修起来很费力气啊，搞了多少年都搞不清楚。这个时候要觉悟啊，这法门不适合我修，好像生病吃药啊，吃了很久的时间不见效，赶快换个医生啊，换另外换一种处方啊，药要对症的，一副药就起作用，药到病除，你病就好了。这是智慧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法门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每个人见佛陀，佛陀教给的法门马上就见效。啊，为什么？佛陀正圆满的智慧，他能看出众生根性，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修过哪些法门？啊，对你过去所修很熟悉的法门传给你，你就感到很容易，啊，很有效果。道理在此地。佛陀灭度之后，佛的这些弟子们，菩萨声闻缘觉，他们没有佛那么圆满，但是
它也有积分，它也能帮助我们选择，也选择得很好。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，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，刚才说了，连初果也没证得。大乘初信没有证得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凡夫。凡夫选择法门，没有把握了，自己在摸索。好还好，佛祖慈悲，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，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法门，阿弥陀佛的法门。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，一切法门能治的病，这个法门全能治。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，你肯相信，你一生就成佛了。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你能达到这个境界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一般人念到功夫成片，如果他真的不怀疑，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天念十万声，万缘放下，顶多三年。就成功了。念佛好，别打妄想了。佛念不好，就妄想夹杂在里头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，不怀疑，不怀疑真心真愿，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，不夹杂，最后不间断。这念佛的秘诀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三年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，清净心出来了，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得到了。这个清净心就是小乘四果的心，大乘十信菩萨的心。很快成就，得到这个成就，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，佛会来接你往生。如果还在这个世界，不想往生，为什么？在这个世界成佛快，比极乐世界快。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，这个地方是大风大浪。大风大浪你能够通过，所以说古德讲的时候，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道理在此地，恶缘太多了，障碍太多了，
你都能够通过，顺利通过，不受干扰，这个功德了不起啊！所以正德功夫成片，要是不求往生，自己还有寿命，再有个3年5年，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啊！得到四一心，再有3、5年，就能得离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海贤和尚，我看光碟看得很仔细啊，我看他，他20岁开始念佛，他居住的条件圆满，没有欠缺啊。这个人的秉性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学习的态度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最好的修学态度。啊，他的功夫成片绝对不会超过3年。啊，再继续往前进，得四一心不乱，我估计他30左右；得离一心不乱，应该40左右，他就成佛了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。上上品往生啊，那那么他还要住啊112岁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的。给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佛法摔到基础，净土宗遇到大难了。啊，许许多多人在回报。啊，反对夏莲居的会集本，反对黄念老的基础，啊，反对我们依这个法本修行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！外面反对，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也反对。啊，甚至于逼着我，要我放弃。啊，修净土可以采取康僧铠的本子，啊，决定不能用夏莲居的回集本。啊，我的回应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本子。为什么？这本子老师给我的，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，我对老师有信心。啊，你们反对可以，我不能反对。我要反对，那我配背师叛道。啊，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，叫我学习，叫我乘船。我怎么能违背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所以我能坚持，我没有动念头。啊，难得海贤老和尚最后这一招为我们这个表法。啊，他拿到这本书，啊，大概就是阿弥陀佛教导他，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。
这本书终于他看到了。有人送给他，他不认识字，你们带的什么书啊？人家这个书叫若要佛法性，唯有僧战僧，跟佛所讲的一样，真遇到了，往生的时间到了，无比的欢喜啊！他表法圆满了，穿袍大衣，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。他生平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照相，就这一次。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。自在走了。功德圆满，我们的信心更足了，我们没有走错路。李老师传我这个本子没有传错人，我能经得起大灾大难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大人，大人能忍呐。最后佛来给我们做证明。那还要不相信，那就没救了。这不能不懂啊！所以法眼，菩萨度众生。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会所里都说，佛道真见，名为法眼。佛道，成佛之道，正知真见，这叫法眼。无论什么法门，只要你持之以专，持之以恒，都有一定的成就。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经言所曰，智能照法，故名法眼。由上可见，法眼者，了达众生种种根器，善知一切救度之法，应机施予而度脱之。这后头几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。由上可见，这些话下面的话都是念老的话。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，众生种种根器呀。现在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？能接受什么法？所以要善知一切救度之法。法一定要应机，
啊，不应记，说了等于没说。为什么？他不得受用。佛法沉船不是知识，是智慧。那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，自己不能度错，哪有能度人的道理？度人一定先度自己，啊，自己学佛得真实受用，说话就踏实了，说话就肯定了，为什么？没怀疑了。啊，自己还没有得度，半信半疑，你怎么能教别人相信？这是善知识难求啊，善知识很难遇到啊。啊，遇到善知识是缘分的。我对这三个老师大缘分，少一个都不成功，我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，我们误会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从来都不碰它，没有这个念头是去碰碰佛教，没有。啊，我跟方先生学哲学，啊，老师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入门。啊，老师教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学哲学嘛。那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他这么介绍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入门跟他别人不一样，那我在这里认识了，明白了，缘很巧，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老师。啊，这是个专门学佛的人。啊，方老师不是专门学佛的。啊，他读佛经，发现佛经是高等哲学。啊，我遇到张家大师非常有缘分啊，徐氏的姻缘啊，见面生欢喜心，老人非常慈悲啊，慈悲舍受了，不是慈悲不能舍受啊，啊，也是一个星期给我最少是一个小时，啊，多是两个小时，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我学习疑难的地方向他请教，听他开始。啊，三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。我跟他，他65岁，68岁过世的。啊，那么再过一年，我辞掉了工作，啊，专心学佛，跟禅云法师住茅棚，住了半年。啊，禅云法师跟朱金洲老居士两个人，
啊，推荐我亲近李老师，啊，跟老师去学教。啊，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愿望。啊，那个时候，依旧是把佛经看作哲学。啊，跟李老师十年。啊，这才转到佛陀的教学，啊，知道佛教是哲学，也是宗教。啊，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定义来看，它是真的宗教。啊，中国人这个宗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有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么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那么大乘佛法完全符合。中文里的这个宗教的意思，佛教完全符合，它真的是啊主要的教学，重要的教学，啊尊崇，尊崇的教化，啊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。还有高等科学，啊，这是近代这个20年来，量子力学家新发现的报告，在佛经里头完全都有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些哲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物质的谜揭穿了，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。现在出的心理现象的谜还没有完全了解。啊，我们相信，再过20-30年，这个谜底也会被揭穿，宇宙的奥秘呀。在佛法里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那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三细相，用第六意识的人可以达到，啊，但是他不能见性，啊，不能见性就是事实真相的了解。你不得受用啊！你要是见性的话，得受用，那就是佛菩萨啊！不得受用，你了解了还是凡夫，比不上念佛往生净土啊！念佛往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事实一样，完全通达明了。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说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教学要因机施予而独特之，这很重要啊。如上之智慧也，解明法眼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